Hi, good morning. 现在是七点。那我们住这个201。那我们现在要去骑车去吃啊冲绳他们的早餐。所以啊，我们会来这边拍照。好。所以这是民宿里面的风景。那我去吃早餐了。首先第一站就是来这边吃那个蛋饼，那刚才画面看到那个蛋饼里面的一些状况，那待会我们要去第二家了。